大家好，欢迎收看破木卫货为您带的 Pokemon Go Battle。 本来我是不想打的啊，元素杯跟 Ultra League 咱都没啥太多的动力啊。一个元素杯我们缺少火蜥蜴啊，那需要跟你的非就是好友度比较低的好友交换啊，才有可能得到500 CP 以下的。然后那个 Ultra League 咱一直没有搞到钢柱啊，所以一直不想打。但为什么今天打呢？大家看我这里攒了这么多 Stardust 的奖励是吧，所以说我们还差六胜才能领到这个2500跟5000，这样我可以用一个 Stardust 的奖，这有一个2000的奖，这个2000奖还没搞定，但是这边有两个3000的奖，可以领，是不是？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这么多 task 的这个实在是挡在那里烫手，哎，我就怕哪天不小心碰到了啊。所以我们来打 Element Cup。那我们这虽然没有火蜥蜴，但也随便玩一下，争取搞个6胜啊，两个赛的打两个3-2就差不多了啊。另外说一下，我上期说我出水大概就1700多分，但我居然出水有2000分啊，我还是很高兴的。好。既然它是火了，我们就直接上水。2、3、4、5。好，我们是火双水是吧？肯定是有水先直接扔啊，把它的草给勾出来。1、2，它居然不走。这什么情况？那就赢得 switch， 这时候才走。哇，还有超坏心。还有个水毒在这里。超坏心的大招是啥我都不知道。啊，这不是超坏心，这应该是小坏心。看他大招是啥。哦，干啥这么中了一个大招，我勒个去，我勒个去，这个有意思啊，有意思。挡一个吧，看看他另外一个大招是啥啊 ，Brian 啊 ，Brian， 我看差不多的 ，Brian 应该威力很低，不敢挡了，哎，把发不挡也行，发不挡也行啊，虽然少一顿，但咱有能量了，看。那、啊、他记了吧，还碰一个鸭子出来，他已经彻底没戏了。我这个青球就是来抓鸭子的，他是个瞎到鸭子。那我就把我的这个送掉吧，我还有必要留着吗？让他把能量放出来，我送掉就行了。他那个已经残血了呀，他那个六维已经残血了。你把我信。1、2、3、4，你看他直接记了啊！好，先搞了一胜。他也是双水啊，但是我的双水是完克他的双水啊。超坏心。好，那不是超坏心，是小坏心啊。哎，可惜这个六胜呢，怎么样也需要两个 set 啊！咱即使打个5-0也没啥，还是得再打一个 set。哎呦，好，这肯定也是直接换，哎，他也直接换，电鱼，好，把电鱼勾出来。你别骗我啊，这肯定是八波病呢。三连波这么快的吗？就是。这应该是 Thunderbolt， 咱们挡一个啊，咱们逼他把 Switch 给交出来，用我们电鱼完克他那个鸭子。他如果不挡的话，咱们有可能，哎，他挡了，挡了就算了，那我就赢不了 Switch 了，相当于啊，行，那你狠。
然后还是八八病，叫什么老八八病啊？八八病那是不可能的呀。那我还是有机会啊，那我还是有机会啊。这家伙对这个 little cup 的这个血量，这我只要赢下 switch 他就完了呀。你看他完了，他完了。你看我还是等顿的赢的 switch。我吃了一个 brave bird 又怎么样？这好像有点快吧，也可能我没数好啊，可能七下了吗？啊，果然七下了，啊，无所谓了，他估计要换了。操，刚击了，啊，咱彻底击了。啊，他不挡了，直接死。我肯定是不挡的，他好像想把我farm down是没那么容易的吧，然后还是可以的，还是可以的，啊，那也无所谓了。但连续放出两个来也是难的吧，一个八号兵一个 Braver， 我估计他没那么多能量啊，这个肯定是八号兵，但我也只能挡，对吧，等他放出 Braver 了，他已经尽力了啊，他已经尽力了，但是还是没有任何办法。我的失误就是我打火缸的时候应该不急着那么快放能量，我应该多存一点能量，这样他可以在我身上少 farm 一点，是吧。哎呦呦呦，这个轻巧，这还咱们还只能 stay in 了，这只能 stay in， 这没有办法。2、3、4、5，好，我们赢了 CMP。我们打轻巧好像不是特别吃亏的啊，别看我们属性上吃亏，但它八波币威力因为过小，嗯，然后我们就赢 CMP。对，咱们还是可以的。看还是挡。好，给你吧。不管是什么咱们都挡了翻档，嗯，我后面有草的话我会比较难受。草来了，那我就把这个青球给送掉了。应该是个暴力赛，那我们就要换人了。1、2、3、4，这应该还是暴力赛吧？我只能赌一把了。哇塞，刮是吧？那GG了。嗯，这没有办法，他后面又是草，这个只能GG了。没输好啊，没事，这也是正常的。它是双草嘛，它是水双草啊，我是火双水了，只能是这样。怎么样都是蓝啊，怎么样都是蓝，它估计后面还是个草。好，这个不用说了啊，这个，咱们知道又是个 shadow duck。1、2、3、4，好，四下换，哎，草出来了。哎，得给盾呐，嗯，你不给盾呢，咱们是可以赢 switch 的。他
啊，如果不挡咱们就赢 switch 啊，挡啊，挡了就算了啊，咱们就没戏了。 seed bomb 啊，等一下是 clock，对，我知道，他肯定，我知道咱们是抢不过他的，让咱们多放一点。一、二、三、四，哎，可惜不能farm down啊。他的八号病咱们是不用怕的啊，咱们还可以先这个一个，挡了，希望他后面是个火啊，水火草，经典三件套，我期待着后面一个是火，一、二、三，哟，后面还是个草，那就急了，哎，没办法。那就没办法了，它是水草草，又是哈德康的，耶，我赢了 CMP， 可以，还可以，这把还是悬啊，咱们把它farm down，巴里斯坦还不一定打得死那个。哎，他知道under charge， 算你狠了。哇，这个under charge漂亮。哎，行，GG，这没办法，这对方是高手啊。别搞了，要打三个赛了才能六胜，那就比较难了。碰了几次双草啊，看来我改要改成双火阵容，草双火。哎呀，这回爽了，这回爽了，这回再不会是双草在后面了吧？三草，哦，糟糕，碰了这个也没办法。这有点头疼了，这我还只能 stay in 了，这yes， 咱们的 win count 就是这个了，嗯。win count 就只有是这个了。哎呀，他赢 CMP。打一个吧。咱们来个 under charge。哟呼，没 under charge 好。要不要你，我身上攒了能量啊，反正赢了 switch 是个好事。对，我这个阵容就是对青球的那个 switch 你没办法。要我赢他的 CMP 吧，他的攻击力很低的。Yes， 哦，他没有放，他还跟我掐了一个过来。他换人了。好，他先 Brave Bird 我，然后我再把他打死。
感觉还是有点悬。咦，嗯，刚把我打死。吃个八号兵不要紧啊，我关键是要死不了，我关键要给他一个火，我赢 CMP， 他只要不是背背就行。好 ，Yes， 哇、哦，是吧？保住了三胜，哎，保住了三胜。哇，还差下啊啊！我勒个去，太惨了，这火都没烧死。哦，太惨了，这条火都烧不死的。哎，可惜可惜，只有两胜，不过没关系，我们争取下把四胜，是吧？也是一样。1998，果然出水即巅峰。嗯，好，我们争取下把打个四胜。嗯，这就是抓环境了。那我如果不吃那个八兵，人家一个他一个 C 棒或者 Grass 还不一定打得死我，有可能我自作聪明的那把，啊，我没想到他们不会死。好，来，一、二、三、四、五，他赢 CMP， 他这个是个 Shining， 所以攻击力比较高，可能。哇，我水了。好，那我最后用海豹来挡，我估计他后面还会有那个鸭子吗？还是有可能的啊。好，一、二、三、四、五，哟，糟糕，他没上当，那要只能挡了。哎，来个火来对付，哎呦！Are you kidding me？ 好，不过他已经按了 Energy Drive 了，什么游戏？这一把甜食，哇，甜不死啊，甜不死算了，甜不死拉倒。也甜的是甜的，按击拽，哎呀，憋死了。嗯，看一看一电一下就死了吧，他肯定没有按击了。啊，我们电他一下就死了。Yes， 他叫鸭子来对付我，他只剩一个鸭子了，记了他，记了啊，还有三胜啊，他吃了我两个八号兵，他背背都打不死我了，他在坚持啥？他觉得还可以抢救一下。不会是八号兵，他是唯一的 win count， 是吧？没事，你这其实也没有 win count， 嗯。你像 Braver 绝对打不死我。哟，他还输我 CMP， 那里更没戏了，吃了三个八号兵，这 Braver 绝对死不了。而且他盾也没了，我这还有一个人 Body Slam 在身上，嗯。看，嘣，这三个八号兵下去。Braver 打得特别的少，好，那看到啊，这已经还剩三场胜利，咱们争取打个 CV， 然后大力收割一波 Stardust。啊，这都只是美好的幻想啊，实在不行打个3比2，咱们再打一个 set 吧。Tube Soga， 好，这直接换，那不用说。我又双草啊，一、二，果然双草，但这个双草咱不怕。
这个算法它是个 psychic type 的，被我舔的是非常疼的。咱们完全可以赢回 switch， 这把咱们两顿用了赢 switch 都是必须的，而且他还降攻击了，我们肯定赢回来了，这肯定赢回来了。咱们少一个盾都不要紧啊，咱们后面要清球。嗯，他应该还有一个 C 棒，所以咱们赶快放这个阿夸跳。好，他输了 switch， 这个鸭子要面对我清球了，而且咱们是等盾，这不会是 Brave Bird 吧？宝宝兵，他要吃我一个 Ice Wind 的加能攻击。哦 ，Iris， 他带 Iris， 他没带宝宝兵 ，Iris 跟 Brave Bird。或者他不带 Braver 那就更是死定了。啊，他又用了个盾，那急了。哦，他那冰，这咱不用打了，他前面前清除一退二了，吃了一个阿瓦特又死不了的，不会怀孕。现在就是清球一退二啊，等他这个冰的甚至都打不赢我的这个，打不赢我的六维。给你发，哦，他直接退了。好，还差两胜啊，看能不能给我个面子，给我个面子，后面三把能够赢两把，咱们这个目标就达成了。这属于被迫营业啊，被 Stardust 的奖励逼着营业。我用这三个打这个元素杯打了很久了，他一点也不变化，也不把那个鬼蜥蜴给禁了。哟，这又是必须 stay in 啊！不过咱们还是去 catch 一个啊，先看看谁输谁赢 CMP。哟，我勒个去，又是他赢 CMP。那他赢 CMP， 他应该会倾向于一到时间就放，是吧？就换算我们的那个海报，一、三、耶，行，哇，他有这家伙，这咱多亏引出来了啊，但他没上我当，哎，我的盾用出去了。还把能量放出去，把波兵，我勒个去，这条可以，我算打了死吧，应该我，哎，还差差一点，差一点正好。这是他赢 CMP 啊！哦，他上了鸭子，好好，就希望他，我就希望他最后是鸭子。行了，把他记了，我只要挡一个盾，不管他是什么大招，他的记了，哟，他还输我 CMP， 好。
好嘞，还差两胜是吧？啊不，还差一胜了，是吧？一胜还差两胜，待会我们看出来一个，好，还差一胜，还差一胜，我们就可以收割咱们的奖励了啊。行，希望他给不要给我一个克，连续给两个克制我阵容的啊，咱们能今天顺利领个奖。好，这个肯定直接换，先打一下再换，他应该 confusion。一、二，哎呀，草来了，哇 ，razor leaf。好，那后面不会又是个 razor leaf， 那我就记了呀。哎，他直接说不要了，完了后面可能还是个 razor leaf。那我肯定是把青球弄过去，那个火来对付他 razor leaf。可能肯定还是个 razor leaf， 否则他们不可能放弃他第一个 razor leaf。咱们就用 Bubble Bean 降那个 Razor Leaf 的攻击力，这个肯定是再不挡了，挡一个可以了。看他两个盾留给他另外一个 Razor Leaf， 哎，他居然是鸭子！哎呀，谢他把两盾留给鸭子，行行，那咱们 Stay in。我去，没想到后面不是 Razor Leaf 啊，咱们判断失误，早知道把青球应该保一下。没事，咱们还是有 Win Count 啊，降了攻击力，我可以靠换青球给弄回来。哎，他这个鸭子也是降了攻击力的，所以这样打下去应该是我赢，只要不被他开启 Body Slam。给他来看一下，哎呦 ，Bluebird， 好，哦，然后他说，哟，我去，哈哈哈哈哈哈，哇，哈哈，哎呦呦呦呦呦，哎呦呦呦，好悬好悬，哎呦，这家伙的打法好，那我再先领奖啊，万一领完奖之后我再打第五把，嗯，也给大家看一看，嗯。对，咱们先领奖，先开 Stardust， 把这些积攒的都领了，是吧？这有 Stardust 的时候领了，哎呀哎呀，这么多，然后打完之后再打，如果能五胜的话，还可以在有 Stardust 的情况下领那个五胜的奖啊，如果是直接跳到后面那个先领，行。先领这个两千的奖也行，那晚上的虫好像出现的好少啊！我现在这是晚上虫，这四只一直没看见，头疼。否则的话都可以一起领了。嗯，好，那第二批，哦，这边还有，这有个三千，嗯，这有个三千 ，OK， 好，行了，啊，这样争取再把，哦，对，还有这里的奖，这个八百七，嗯，啊，这个奖也赚了。然后在第五胜争取打下来啊，争取打个五胜啊，五胜那个奖也领了。你看今天营业的目的就达到了，其实这把赢了最好，我输了也无所谓啊，目的达到了。哎，关键是之前那把赢得太爽啊，哎呀，这必须 stay in 啊。好，这把有希望，有希望，后面不一定再会有草了吧？你 razor leaf 那更好是，哎，他想 catch。Hard counter city，
我的打法是给他一个八号兵，这样吃到一个 brave bird 之后还可以顺利的把他 farm down、否则的话他一个 brave bird 一个八号兵你可能扛不住了，你直接 farm down 的话是有问题的、现在就无水了，现在即使一个 brave bird 一个八号兵也打不死我。 Area S 来更没戏了，他想把我多留点血，多留点血他那个什么棉花也放不了多少，因为他是 Razor Leaf， 看他是 Area， 他更放不了多少，看所以第一个给他一个八号兵是非常重要的啊。他带 Area S 也可能就是为了，就是为了能够一个 Area S 一个 Brave Bird 将轻球给翻过来，因为有很多轻球如果想直接就翻不当的话，那很有可能是扛不住的啊，是扛不住，肯定扛不住啊，我都试过一个 Brave Bird 一个八号兵都有点悬。那别说一个 Every Ace 加一个 Brave Bird 了、有给他偏了，那他还是有 Win Count 的啊。这个我肯定不打了。他后面带了个轻球。好，行了，记了，我还有个盾，他怎么样都记了，他这还真坚持个啥，对吧？记了 ，yes， 这个五胜的奖励也会在我的 Stardust 上、收集，赚到了，赚到了，嘿嘿嘿。啊，这个五胜有时候才1740，还没到三倍的时候，是吧？好，我们升到 rank 21，2070。7500，这个还是爽啊！有一个帽子和鞋子啊，行，那今天那个伪直播就到这里啊，这也不叫伪直播对吧？也算是伪直播啊，直播之后再上，然后把这几个宠一抓就可以了啊。最近这个、暗影的啊，顺便说一下，我今天试了一下，我用两个号打那个暗影的冰鸟，我打赢了啊！冰鸟毕竟有四倍诺言是吧？或者是2.56倍诺言。你要不停的用你的那个 gem 啊，那个 shadow gem 或者 purify gem 啊，也就可以了。我两个号都是不停的有，只要出现就按。结果呢，发现也没用多少，我两个号都是10个 gem 开始打，打完了之后一数 gem 还有8个啊，因为他打完之后还是会给你一些那个奖励的啊。而且好像你看着你按的比较多，我觉得我在打的过程中肯定是按的超过了5下的，但是他那个奖励记录里面只给了我9个下都下的，所以我感觉，9个下相当于2个键而已吧。所以说，感觉你按的5下，你不一定就真的用出了5个键。反正总之，无脑用键就行了。2个号是可以打冰鸟，当然有点悬，因为我运气比较好。这个冰鸟的大招是 Asian Power 啊，威力比较低。然后我地岩属性的那个溪流打可以抵抗这个 Asian Power。但如果冰鸟带暴风雪啊或者 Ice Wind 呢？那就不好说了，两个号终究还是有点悬，但我们这小地方没人打，我只能硬上，是吧？那好，我们就到这里，下期再见。